伊嘛袂晓办啊，顶礼啦，吼、哦，哎，讲起老和尚来讲起，哎，下联你也好啊，念佛，好啊，念佛，吼、哦，伊讲起，我伫搭巴罗啊，到佛到离家，安尼叫我念一部佛，也无虾米发，叫我咧虾米遗憾啦、啊，吼、哦，无虾米，咱伊看无起的对啦，就足气的，足气的，伊个那伊个老母。迄阵都阿咧打打水了时间啊，一仗。那因为老母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啊对啊。听啊，正听啊，都。空天老先来讲一句安怎呢？伊那要等于爱小心，开车爱小心嘛吼。哦，啊好啊，晒落去。啊，到尾啊，落啊落去哦，落啊到山脚。忽然间，伊个车都无动，啊头顶是台变压枪，那呢，也如照如见，如照如见，或者可能因只囝惊到啊，也过刷落去，因只老母想，这囝了真害，就是这种的安尼，啊嘞，年纪也大，安尼啊，但是啊，塞到这种的情形，老尾因老母念阿弥陀阿弥陀，牛一样。对嘴电脑两个头，忽然间记得下柜台那停下，人家讲呢，嘿，阿弥陀那下好远，我两三步阿弥陀车那停下，对啊对啊，妈妈，咱个对啊，关爬个灯啊，是不等于同样？你得看文书无去啊，你个不过灯同样咩啊？是有啦有啦，我看有去，这个阿弥陀那下好了，啊，下理想，而且老和尚。刚才叫我念佛，这简单啊！记得，伊我要对外叫我小心，啊，这种伊可能也知影了，唔该叫我小心，安那个等啊，好，那尾因妈妈佫揣倒等啊，佮要饭店，去中岛佮要饭店，一阵拄仔咧做一个话题啊，我就两方断。到尾来，等来伊就跪下去拜，讲起老上是伫顶礼，伫只顶礼接人姑姑。伊说：“囡仔囡仔，你个灯啊，放下！你吃的比我好些，对付啊！耶稣啊，歹些啊！啊，我都因为安怎呢？啊，我都看起阿弥陀，迄我头七头在讲，那讲叫我念佛，我都听袂落啊！啊，听袂落，你那不个倒啊？你怎么转去啊？你过来找我，你要创什么呢？伊话，啊，都吃的发心啊，去发心吃哦，哈！”啊，不要紧啊！你哪能完全不要紧啊？啊，我有叫你慢慢来晒啊，我嘛跟你讲啊，你别对我的讲，这你要注意啊，慢慢晒，能还要晒要紧啊。啊，你过来要创啥？输啊，我一定要摆。而且你要摆完了呀，安尼啊，你想亏了呀？啊，阿弥陀不是无路用啊，你那不是叫阿弥陀，不过在拜佛嘞。伊就讲讲个啊，忏悔啦，说话忏悔。伊讲，这个阿弥陀真好用呢，你唔能看阿弥陀无现呢。阿弥陀也带着无量光、无量寿，可以带来解决了一切痛苦啊。所以你今仔一了解阿弥陀的内容，但是你念也不好啊，这是代表的是所有意。观无量寿经、无量寿经、跟圆通经，内底就是提点，就是念出护佛的心佛的百善量，一切业障，伊也了解点，伊就好啦。我一定会听师父的话，我都爱好好念佛啦。安尼，迄阵伊才肯定，能讲起老上，唔是一般的啦。所以咱唔能，迄阵就是唔能看阿弥陀佛啊。你两面分好钱，两面如两如海。他到阮老老一生一大地主，我的心情书啊。你也在讲些吼，书啊书啊。啊，你什么修啊？不好啊，伊就不多担嘛。啊，伊讲修啊，都啊，我两个阿弥陀两个点点得到，念袂起啊。这偌奇怪呢？人啊，伊就算倒来对袂起啊，安尼艰苦，伊就是吼。当时你吃中大顿一顿，健康不行，也无够营养。啊，我来说，孙呀孙呀，我在你那好难看。一阵我阿个就传线书，又讲唔呀唔呀，我无爱俾人看。
啊，我两个是讲咧，一定爱人看，你有艰苦就爱来助学，两个定啊去叫地去停车，要来空气，伊讲唔练啦，我都无爱去人看啦。啊，那是真实的空气，我去到车顶的空升去啊，或者来空落来，都无三步呢。第二个，伊个交通是这样的，车到听啊，他们咧讲话啊，我来讲起，来去跟他看一些无爱啊，我都无爱去人看，我唔好啦，唔去人看啦，我时间差不多啊，唔去人看。啊，我是讲起伊个艰苦，还要去人看起。啊唔，我假设伊个艰苦无难，假设无难的困难嘛，一个零头一个零尾来零，去零下边，我跳起啊，佮他零完头了啦。所以这种人实在是不可思议。他一心中是哈，一心中无得单，亦不得单。我呢，我所获的是多以上成就一个，伊学历真好，伊嘛是基本上无爱提钱，啊，袂计较，人来讲啥物，笑一笑。啊，平时咧对啦吼，两只一句话都看一下人他，敲一下头，啊去剥落啦。哎呀，我哩头尾头尾倒来食饭，倒来食饭，哎，保持啊两点钟就过晡咯。但是伊就是一心中嘛，一个修持啊。所以咱这种是爱好咱好的所在啦。所以咱今仔日呢，今仔有这样因缘啦，哈，有这样因缘，咱得爱佛法珍惜，珍惜什么呢？珍惜咱的佛法。咱台湾佛法是上千万，伊在世界是咱台湾上千万的佛法，按照上千万。你媒体，你看电视，偌济发出的讲经，你当时也是当时科学无在发展啊，你要听着经的，爱走千里啊。嗯，伫大陆啊，吼，有一个法师啊，伊住伫蒙古啊，所以要过去听，要去看台山啊，听着佛经的听。现在讲会放会高，会放高，再降回。所以咱爱聊讲，伊个就是哈，无啥理想，就是交通还够迄阵还够无些方便。个而且因为国家之法就是无强了，因搭早是行为边嘛，这边拢唔听人讲。所以无像咱台湾媒体真好，但是媒体多咧，恁变变出无。无什么希望啦，咱讲这做下将人，人家都无理想。因为你唔知保重保啦，佛法就是上尊贵。世间吼，无什么是比佛法较好的。因为了理心术是咱一心中一大大事的因缘啦。你在这世间，你看多一个因缘，今仔日咱肯定啊，看你有多一个。有无家无痛苦的，有家庭无烦恼，你家手我看看，看有几种人。大家你都有烦恼啦，大家你都有烦恼啦。啊，出家人有出家人的烦恼，在家有在家的烦恼，烦恼不相同。但是今仔日，咱就是烦恼爱来减掉，听着有烦，一日一日在水掉。烦恼烦恼，唔是会解决问题，佛法就会助人去解决问题。你若是真正咱厝诶，啊，有环境无好个，有互咱子儿孙有咱烦恼中个，咱来克服做，尽量上进回向，可以尽量做功德可以，下年来补充伊个业力，消除得失，就袂最歹。按怎讲，即现就是高阳节故事，伊是一件着着出世。到十三岁中间是非常的歹，非常的歹，无人介意话呢。伊个信仰不够，啊，所有的搭档恭敬老和尚阿弟的，去学恭敬老和尚加持，去学这南禅祖师啊，禅祖师这个禅宗加持，这高境界的加持拢无好。落尾伊当上帝上天，上一百块的背后。他个无感觉，这囡仔拢无感觉。上到一百四十七号，这囡仔完全变一个人，这阵作怪作理想啊，作可取的。所以这就是你不可思议的啦。迄就是业力大，咱就爱相信业力。伊业就是，但是阿婆个无够，伊也唔放你抓。伊到这时间，伊业大，
假设拢种罕见啊，伊来就结束啊，安尼伊就无结，即嘛作怪啊，即嘛等于伊二十厉害啦，二十厉害啦。所以这种是现，我咧讲的，这就是现在的佛法啦。现在所看的对啦，唔能见人性，咱会见人歹，还是假设咱家庭也无理想，师傅哪叫你哈？说你就是念，假设念经，唔输你爱念鬼破啦。这个卤水都无虾米啊！但赚卤水钱，你的家庭，我问你，恁家庭你也赚钱？你赚两千万、三千万，你有气啊？无？你搁赚一亿了嘛？搁更加较好啊！啊，这嘛是赚卤用钱啊，就是但是最公平啊！所以咱尽量有这样英文，尽量的是好，做咱理想啊，尽量第一句是爱以法为师，爱以戒法来去做。啊，好好研修佛法，好好修持，啊，好好来吼、哦，来，也算用好三宝，啊，今日时间差不多啊，两分钟够吼，啊，咱也算是叫叫大家发力上万难事多，是不是啊？咱是要好好，咱是要好好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。穷苦四种因，下则三道苦，六欲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勤修一报心，当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